接下来我们实际搅拌材料测试一下。我们先配料，倒入树脂，倒入载体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的重量的话，我们要称一个总重量，包括杯子，包括杯盖，包括材料，一共是130克。我们将设备的配重调到130克。注意，我们杯子是有卡扣的，一定要卡在这个卡扣上面。我们盖上盖子。本次搅拌我们不抽真空，我们看一下搅拌效果。我们把真空屏蔽。我设一个1800转。转30秒，我们看一下搅拌效果。打开盖子，我们看一下搅拌效果，基本上是很充分、很均匀的混合到了一起。